我要看师傅操作。我以前在公司买过，这个公司没买过。我不是，我以前在其他外行公司。哇！ 一波大概几分钟？一波大概几分钟？七分钟。一下就完了。对，我们说我忙。然后我们再一这个可以。再来抽哎，那个是，他们考的哎，他们压一次。OK。压先压一下。放能放到120。压一次时间。哇。 那个桶没有放歪吧？太紧张，有点打乱了。哇！